2019年11月17日，中国上海，世界最大规模弹弓邀请赛蓄势待发。中国拥有数量最多的弹弓爱好者，拥有最为完备的弹弓产业，拥有最大规模、最为成熟的弹弓专业赛事 ——CSCC 弹弓俱乐部冠军联赛。6年来 ，CSCC 举办了40余场高水准全国大赛，13000余人次参与，超200万人次在线观赛。CSCC 刷新了弹弓联赛一个又一个纪录。2018年。更是踏出国门，鏖战意大利，在首届弹弓世界杯上 ，CSCC 战队摘金夺银，惊艳了世界。2019赛季 ，CSCC 弹弓俱乐部冠军联赛采用与国际接轨的全新赛制，开发了全新的赛事软件，将以山西晋中、江苏泰州、浙江永康、江苏连云港、广东佛山五大分站赛为支点，以上海总决赛为契机，拉开中国举办弹弓竞技运动国际赛事的序幕。届时，意大利、捷克、西班牙、比利时、英国、爱尔兰、德国、美国、墨西哥、巴西等国家都将派员参加比赛。2019年11月17日，中国上海 ，CSCC 国际弹弓邀请赛，等你来战。